救灾也好。第二就是讲医疗，医疗像讲咱即阵对这赈灾的这国家，咱啊点摆去，就是第一个先办怎样，先用一寡热食还食一下烧的。第二就是义诊，办义诊，就是讲恁遮有人受伤的，赶紧给医治吼。所以医疗伫咱台湾是目前咱有拢总诶，实际台湾拢总盖了六家医院，吼、哦。大家对这个六家医院有了解？第一就是讲，上盖头就是花莲，哦，过来。